韩国瑜语重心长表示，他当市长后深刻体会南北差距实在太大，且陈菊、陈其迈、赖清德都曾提过迁都，那为什么他说就被反对？痛批露营两套标准太严重。中国台湾网五月十五日讯，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，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表示，若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，将在高雄上班，以达到平衡南北的发展概念。 却引来民进党从上到下的批评。对此，韩国瑜语重心长地表示，他当市长后深刻体会到南北差距实在太大。且陈局、陈其迈、赖清德都曾提过迁都。为什么他说若当选领导人个人移动就被反对？痛批露营两套标准太严重，只要他说就全否定，这没意义。外界质疑，若日后台湾地区领导人真到高雄，军队维安方面该怎么处理？ 韩国瑜十五日受访回应，高雄有军区，陆海空三军和陆战队都在高雄，韦安完全没有问题。他抛出这观点，着重在于台湾未来到底要不要南北平衡。讲办公室家具、桌椅、原子笔这些问题的层次都太 low 了。韩国瑜反问，陈菊、陈其迈、赖清德都曾想要迁都，为何韩国瑜说若当选个人来移动就被反对？ 他痛批民进党两套标准太严重，只要是他讲的话就被全盘否定，但这没意义。韩国瑜强调，领导人到南部上班，可以把南部的生命力全部放出来，这才是问题的思考点。韩强调，领导人个人移动可达双手掌至南北平衡的目标，不是口号而已，是真正的行动。至于岛内网红。 馆长陈之汉去年九合一选举前与韩国瑜直播拉抬声势，后续也多次力挺韩国瑜，但昨深夜竟开直播向因他而投给韩的人与粉丝致歉。韩表示，若馆长对他有些误会，说实在的，到现在为止我也不了解。他表示，先前曾与馆长直播，双方相谈甚欢，不仅有同样价值观，也关怀社会，但我不理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 也再次感谢馆长捐款给高雄弱势族群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。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，请订阅。谢谢。